大家是否希望将你的产品放在全球访问最高的地方 ？Google 首页自然排列。在呢个视频，我哋教大家点样用嘅。首先，我哋要摆入所谓可能 YouTube 上边72个点，我哋三千分喺度先做。Google 搜索有十点，你唔得分七十分，等等等等等等。我兼服你发出两啲先啦。我哋点样喺呢个可能数据里面借助 Google 同 YouTube 呢两大手段，为我哋嘅产品带嚟变，让我哋产品喺市场上曝光。首先，我哋了解下 Google 喺全球排第一嘅，首先喺美洲都系排第一，喺美国带嚟嘅流量系30%，即系话超过75万。我哋再睇下 YouTube， 全球排名第三，北美洲排名第三。在美国带来的流量接近20%，在 Google 带来的访问和关联的访问都是海量，我们讲的是每一分钟的访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产品有机会在 Google 首页电台里展示出，你会为你的产品带来多少钱？我们得到一些关键，大家在这个页面找到的关键词都可以算是我们一些成功的案例。Mobile Collaboration Training Kit， 我哋讲依家自然排位喺左边，喺左边依家大家数落，佢呢个数据系1.69亿，接近1.7亿。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系我哋为客人做嘅自然排位。我哋再翻去 video 嘅页面睇，首页俾我哋摆战神，竞价广告多咗。我哋翻多两个页面睇，情况都系一样。第三个页面情况都是一样，第四个页面情况都是一样，但是竞价广告依然存在，大家都可以今时今日广告主的广告他都偏移了去视频在 video， 因为他觉得在搜索的过程中这些人客是真实的。在未来的五年我们在香港工业广告举办一场中小企如何怎样存在市场，有零成本去存在市场推广产品，时间是下到3:00。如果大家对这个研究有兴趣，大家不妨点击这个链接，下载报名免费。大家亦可以去试试嘅。我哋系香港唯一一家教大家用零成本做全球首页排名嘅公司。多谢大家。